这架流星呢，好多人不相信，说一块电池，4S3300的电池，它能飞到7分钟。然后咱今天就一镜到底试一试啊！哎，你就，我给大家再计时啊，开始计时，走你，起飞，收起了架。天快黑了啊，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遥控器上的计时都是正常的时间，没有跑快啊。现在飞了1分钟了。一会儿天就要黑了。除了这个声音不太好听以外，其他的我觉得都挺好的。不能单纯的为了续航，咱就不玩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是2分21。超低空，看看啊，你绕远一点，主要是这有个桌子，我有点害怕。手好冷啊！虽然是 4S，这个动力还是可以的，而且感觉超稳哎。
分钟。同志们，我的手已经不会动了，太冷了，6分钟。飞了10分钟。暂时来看，飞机还没有动力衰减的那种感觉啊。天黑了，看不清了，有点。这种天气下，如果有灯的话就好了。7分钟了。现在我们已经飞到一镜到底，飞了7分钟了，然后试一下油门。张老师，这个动力还很足。拿飞行器来。看垂直动作还是可以做得了，就证明推力还是很好的。来，稳妥一点，我们准备降落，放轮。看不清了，看不清了，看不见了还飞呀？这不是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飞机到底续航能有什么样吗？真的是看不见了，同志们。落远一点吧。看时间，9分钟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飞机落地了。8分。8分04，现在。不是飞。7分钟吗？你怎么那么多话？挑战一下还不行吗？然后还能跑回来，还能加速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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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看不清，看不清。服务员啊！你说我们敢不敢再飞一个起落？敢不敢？再绕一圈啊！豁出去了，今天。已经没电了，算了，不绕了。还是稳妥一点，保飞机要紧吧。电池是个人财产。感觉推起来没大有劲儿，所以还是不飞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确实用的是 4S 电池。哎呀，手好冷啊！哎呀，哎，太平，那确实是 4S 的电池啊。这是什么？你怎么使块坏了的电池啊？这不是过放过吗？本来就要试试嘛。你过放了，你还用它干啥？感觉过放都能飞5分钟，不过放应该更好。啊，自己给自己供电呢。就弄个特电器这么简单，你说还非弄个充电器？嗯，太平了，那3.6啊，现在还剩3.6伏，
也就是说，哎，某稳台呀。这还是冬天。对，冬天。然后现在是2度啊。而且这个电池吧还过放了，就是电量没那么足，其实，所以飞七分钟绰绰有余。就是你拿好电池哈，4S3300绰绰有余。不要不相信，真的，我们是一个严谨的航模体验类节目，真的。再见。